向我说过的，我的废物搞不好是你的罗雅，去吧，去这个大人物猎人的弹药库，帮我把这个小礼物送过去。不过要小心，别被雅兹玛的眼睛发现。就像我说过的，我的废物你要出门找东西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家当。就像我说过的，我的废物接受你的贡品，这是我的恩赐。你要出门找东西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家当接受我的贡品，这是我的恩赐。要出门找东西的时候，接受你的贡品，这是我的恩赐。